来回本王开盘棋吧，只是只需把命交给金色。你先下去吧，本王养的子嗣够多了，不缺你一个。你跟在本王身边有些日子了，本王为何那么欣赏你丈夫？你有什么需要的，可以和本王说。对拳之后，不敢离开。你不要跟本王说您对拳之后，你是本王的近臣，近臣。